我得到，我都话你哋系噶啦，系啦系啦，我系一个太监，幸福，我要你即拣皇上，你做唔做得到啊？我想你嫁俾我做老婆。点解你而家先嚟揾我？唔系而家，系从来都冇放弃过。师傅，企到。做个堂堂正正有骨气有男子气概的太监。周末大电影《中国最后一个太监》，星期六晚9:35。